第一場就咁快已經有啲感觸啦，見你。唔係，因為喺嗰個唱到嗰個《不朽之城歌》嘅時候裏邊，咁正正就係因為佢係講緊之前個廣告裏邊就係講爸爸同個女嘅之間嘅感情。咁當我自己都有感觸嘅原因，係因為覺得自己亦都成長啦，到自己有家庭啦，咁亦都有自己小朋友啦。咁到呢一刻裏邊，我先至發覺原來媽媽帶住我哋五個嘅哥哥姐姐，因為愛最細嘅，原來一啲都唔容易嚇。咁變咗，我覺得到而家媽媽即係年紀大啦，咁如果身體有少少唔舒服嘅時候，咁變咗有少少感觸啦。即係當然希望每一個做子女嘅都希望爹哋媽咪都能夠可以健健康康咯。咁所以喺嗰一刻裏邊，即係覺得就係話自己工作又忙。咁又自己有家庭，咁變咗可能有時候可能會真係會忽略咗老人家，咁變咗喺嗰個咁嘅心境啫。咁變咗因為媽咪始終年紀大啦，又唔可以話即係行動又唔係話真係太方便而家，咁變咗又唔可以未必會有機會睇我演唱會。咁但係我屋企人有嚟嘅，咁變咗我頭先仲睇到我自己嘅即係我自己電話裏邊，我啲侄仔侄女啊，佢睇完之後即刻 send 咗張。我唱 live 嘅《不朽的情歌》，send 俾我媽媽，咁我覺得真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咯。雖然佢聽即係冇現場睇，但係佢可以知道，可以睇翻個片段，咁我覺得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咯。咁新年有冇即係時間去陪媽咪過年？會因為而家呢一刻裏邊，譬如做完今次嘅演唱會，咁都會唞一陣先，咁就會過年。咁我覺得過年當然係會陪屋企人啦。嚇咁啊，多啲時間同屋企人一齊啦。咁我覺得一年裏邊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嘢㗎啦，都即係奔波咗好耐。咁亦都手頭上嘅工作，譬如拍電影就會比較時間壓得比較多啲啦。咁手頭上電影已經完結咗，跟住今年即係2018年嘅演出即係電影已經完咗。咁2019到電影，我諗都起碼差唔多要去到四五月打後先要有新嘅電影。咁所以。暫時呢段時間就係應付演唱會咧，就比較多啲時間騰出嚟嘅，係啊。會唔會唱小星星俾個女聽啊？有啊，有播俾佢聽啊。咁佢都因為始終都係細啦，咁變咗我希望佢再大啲嘅時候咧，咁我會帶佢去睇演唱會啦，係啦，一定。可以教佢請收下啲禮事咁。慢慢教啦，咁一步一步啦，係啊，因為佢啲即係我身邊啲朋友啊，個個都好錫即係小朋友嘅，咁變咗到時希望可以帶佢去拜年咯。